手借给我，跟着我的节拍啊。就是安平港，我本来想讲会招人，但是没有我想象中的人呢。你们看到我这样，有没有想要把外套脱下来的冲动？没有，是不是？帮我一个人安尼这么冷着，怎么你外套要借我？我自己有外套啦，只是我想说穿着外套，可能呢大家会觉得视觉上没有一点点那种好看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还是我是可以穿外套的啊，可以啊、哦！哇，你们真好，你们太温暖了。但是我真的觉得还好，因为呢，现场所有的朋友，你们的热情、你们的温暖，全部都传递到我手上了，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冷。接下来的歌曲，我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继续热起来，好吗？有快有慢，刚才呢是带来一首轻快的歌，接下来呢慧琳要带来第二首歌，是比较抒情的。这首歌呢也是前几年我加入豪记唱片所推出的第一张专辑的歌曲，歌名叫做《月亮的目屎》，送给你们，谢谢。在这首歌的当中，我也希望可以听到你们
跟着我一起唱的歌声好吗？好不好？后面的朋友可以把你们手机的灯光打开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营造一片很浪漫又很美丽的灯海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把手机的灯光打开哦，一起来。总是掺情海，随着我天思念飘向天涯。
人美歌声又美，天哪！其实在因为在海边唱歌特别的浪漫，有没有？欸、对对，非常的有感觉，是真的。我跟你说，慧玲，我跟你说，前面的朋友还有我们后面的朋友，大家都迫不及待了，想要听呢，你来唱呢，现在时下最流行的那一首哦，真的吗？就大家最喜欢的那一首歌，这么快就要进到这个对，没有错，最高潮的部分，是是是，那没错，那所以有。哎呦，当然有，已经哇，准备好了。哇塞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他们已经等不起。哎呦，两位，哎，对呀、啊，好棒，两位已经等不起了。我现在真的，我真的觉得要给我们的小朋友掌声鼓励一下，掌声一下，好棒、啊！我现在到哪里唱这首歌？哎，然后呢，我要找人上来跳，通常都是小朋友先上来，先让小朋友，然后大人在台下说：“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”对呀、啊，小朋友通常都是第一个在上，小朋友就是说。小朋友来了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有我们后面非常漂亮的舞团也一起来了，是的，因为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哇本土非常火红的超级女明星，没有夏慧玲来到现场，是的，大家再次把掌声献给我们的安平浮沉堂好吗？这个简直就是那个跨年等级的，哇塞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，全部的人都跑出来了，都是为了慧玲，为了你。好，真的，那我们就带来这一首最好听的、最经典。对，就是目前还有前阵子呢，在抖音上面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《爱嘎乔伟》的电音版。那我也希望台下的朋友，你们站在自己的摇滚区，跟着我们一起嗨，好吗？《爱嘎乔伟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来现场的朋友，会唱的等下一起唱，会跳的一起跳，双手借给我。我们一起来，全场今晚的热情带到最高点，好吗 ？Come on， 一起。双手紧握，不敢换消息。手心的体温赶快体会，冻在山顶，冻在海水，对你的爱，一天比一天多，是珍贵心的等待，也可以讲中电话。你们双手一起来，不敢换相信，不相信接到你一张嘴。一日一句，行天等地，相爱的话，写到遐尼个多。谢谢你写我亲像，像天大雨。真是清气无底，一时。
是爱你爱个忏悔，谁一天谁给狂醉，该不起来抓紧回，心都会回不狂不禁回回忆合照一下好吗？好啊！谢谢。那我们今天哦，哇，真的非常的开心，邀请到我们慧玲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好不好？来，全部转过来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转过来，一字排开。那我们后面的好朋友，等一下把你们双手举高，挥挥手好吗？你们全部都可以入镜哦，所以等一下给我一个最可爱的表情好吗？好吗？记得要跟我们摄影镜头挥挥手。我们蹲下来，我们要蹲着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全部蹲下来，一起啊，妹妹一起。好，我来当那个安心班老师。我来当，是不是很凶那一种？喂，好，我们后面的朋友想要跟尚慧玲一起合照的，把你的手举高。耶、yeah! ，看前面哦，三、二、一，耶、yeah! ，谢谢安平福成堂。有要录动态吗？再次哦，再次哦。好，来动态一个态、啊。所以后面的朋友，你们要挥挥手，等一下挥开机都会拍到你们、哦。可以先借我的手机拍一张吗？中间这一台。中间这一台吗？好，我们先拍一张哦。OK， 看中间那一台哦，全场的朋友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拍动态的。对对对，我们要一个动态的。那再一次我们的那个，哎，要动安平福成堂站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后面的大家都要挥挥手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挥挥手。安平福成堂。耶！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的圆满，非常的成功。耶、yeah! ！好的，在这里掌声加尖叫，谢谢尚慧玲，谢谢谢谢谢谢慧玲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好，谢谢慧玲带来精彩的表演。好的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在最后一个阶段。